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坐标平面上 A 点坐标是21 ，B 点坐标是5-3了，啊，现在上面有一个分点 P 点 ，P 点把 AB 分割成3:2等份了，那么他问这个 P 点坐标多少？啊，你就给他带公式啊，就 P 点这个坐标哈 ，SY 的话可以这样带，就3+2，3+2。啊，分多少？分之3×b， 三哦，啊乘以5√3，哦，就是 x y 坐标两个坐标一起算，加多少？2啊乘以呢？乘以 a 这个坐标，哦，两个坐标一起算，那这样等于多少呢？这样就等于那个3+2是5嘛？那3×5+2，3×5。加二，15+2，17呀、啊。那3×3是-9，加一，这是-8，所以等于多少呢？等于5/17，该坐标。然后这是5/-8，这 y 坐标。哦，这个实际上是等于多少？实际上就是3+2，5/多少呢？3×m×s2，3×5，啊加多少？加，哦，这写错了，加个两倍才对啊。n×s1啊，哦，所以这里写错了，这应该是3×5=15，15+4，这也是19啊。哦啊，这个也弄错了，这是-9。啊加二，这是-7，哦，所以这是19了啊，它是-7呀，啊，这5/19怎么来？5/19就是 m+n 嘛，2+3 m+n/m×s2 嘛，加 n×s1呀，哦，这3×5加上呢2×2嘛。那 y 坐标是 m+n， 是5嘛，分之多少 ？m×y2 嘛，哦 ，m×y2 -3嘛，啊加多少 ？n×y1 嘛，就2×1啊，是这样来的。哦，那你为了计算方便的话，就直接什么？2+3+2/2这个坐标，加3×这个坐标。然后3×这个坐标嘛，加2×这个坐标，这样写起来就很顺，然后你就可以慢慢算，所以答案就是5/19，它跟5/7啊。